食譜咧都係要250g 嘅，咁但係咧因為一個咧係227啦，咁所以咧我就諗住方便啲，就用一個。即是说陣間我們是攤凍了這個之後就是整個放落雪櫃就不要起霧，如果不是它是會回縮的，這個是我表姐的經驗之談來的。這盤羅蘭是我朋友給我的，因為我前陣子想做